睡个觉都睡不好，哪一只小家伙嗷嗷直叫呢？来看看这边，哎呀，原来是这一只小家伙嗷嗷直叫，叫啥呢？这是，这狗妈妈回到狗窝让它吃奶，瞧这家伙，这个腿都能飞起来，我的天哪！你是饿了还是怎么的？呦呦呦呦，你看这个腿飞的，我的天哪，都翘到天上去了！哎呦呦呦！哎呀，你往里钻干嘛呀？来来来，吃奶吃奶。这家伙也不饿，我估计着这家伙怕热，看到吗？因为他这个舌头吐的和平常的不一样，啊、嗯，看舌头就能看出来，感觉这家伙有点怕热，也不是说该尿了或者是该干啥的。哎，来来来来，咱把它放地上试试。这边凉快，肯定不会叫。你瞧，这是蛙泳还是狗刨呀？这什么姿势？你看，这家伙也太现实了吧！刚放这儿就那么凉快吗？也不叫了。哼，这家伙从小就怕热。行了行了，让它在这儿凉快会儿吧，看着点儿。今天的视频就说到这儿吧。